众所周知，这个新英雄少时元他的被动能偷钱，王者里面还有另一个英雄太真人，他的被动也能搞钱。那如果我们将两者一结合，我们的搞钱能力呢将会大大提升，直接重生之我在峡谷开公司。那么既然要开公司，这个阵容选择就很有讲究了。首先是我们的萧冠太乙，他呢是中路，然后吸血鬼资本家我们的少时元阿玉罗阿古朵，他可以给队友加速并且有一定的回复，能够使我们的干活效率更高。打野杨玉环有回复效果，自身机动性也强，干起活来嘎嘎猛，对抗能输裂，能扛能打，死了过后呢还能复活起来继续干，甚至还能踩灯回血鼓舞队友。我们这个阵容两个复活一堆回复，主打就是干不死就往死里干。当然本期视频纯娱乐，各位不要学哦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点个赞投个币，三连要是能过万，本期阵容排位见。那么现在进入游戏开始干活，来到现场，对面的少时元跑去搞出裂了，那这个苏少香就得被我狠狠的吸血了。一个发育路被我如此对待，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变成发育不良路了。对面升级怪资源呢上赶着给我送钱，敌人对我造成了一定的伤害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小赚，但我呢永远不亏。队友正在往上赶，准备让敌人见识一下我们这个 team 的力量吧。往后撤一下，把敌人引过来，然后回头定住。太乙再从侧面跟上，你把控制留住你了，开始撩回勾血。战斗还没有结束，虽然敌人进塔了，但是我们直接越了，有复活有回复，越塔绝对不迷糊，这就是团队的狼性文化。有人撤吗？没人撤，都在往前冲。防御塔抽完给到了我，我没有走，这是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根本就没反应过来。说实话，被击杀了没什么事，但是被击杀过后，他把钱给拿回去了，这比我死的都难受。这中路有个大韭菜，我们来收割一下。太乙先上狼，我们也冲上去，先偷他20块。对面真机过来了，丢个大招，机器人附身太乙直接跑，被扣子打断了。这波有点难受，我好不容易搞到了钱，难不成又要还给对面了？那当然是不可能的，我们有太乙在，怎么可能会把赚到的钱退给对面呢？复活过后，我们继续战斗，使用机器人给队友回血。我们这个阵容持续作战能力可是非常强的，懂不懂？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的含金量啊！前方草里有人，没必要留手，干他！行到点，苏二哎没定住，大招还开歪了啊！不过没关系，至少咱们还偷到了点钱。至于这个梦奇，我们打不动他，他也打不动我们，所以就不用管他了。队友状态不好，我们现在过来掩护他们撤离，结果刚过来就被冻住。太乙手里面还没有大招，玉环开大撑 Q 来，没有撑到，敌人还在推进，没事，我来垫后，你们先走，先给梦奇丢个，然后大招定住，快走，不要管我。太乙开一救一下萧冠，完了救不了了，只能选择跑了。但对面这个亚瑟，为了让我退这个钱，命都不要了呀，我直接损失50块大洋，好萌啊！玩少时元真的感觉好萌啊，但是又不知道在萌什么。敌人包拐了，往后撤，先丢个一给队友，然后回头丢一个二给梦奇，再使用一技能拉到队友身边。梦奇开大贴拐被连上了，开心到减速。给个大招定身一下，随便一个大招拍4个。生命的最后，我再开个间偷点钱吧。太乙赶到，这一波团战不出意外肯定是打赢了。来敌方南区，我们小偷一下，跟太乙一起，我俩搞钱二人组。就算周围全是敌人，我们也一点不害怕。二技能没人出来无所谓了，开大消耗一下。太乙开大复活，敌人还想守尸，站起来过后立马开治疗，杀不死，根本就杀不死。随着钱越偷越多，我们的经济也越来越高。经济差一打出来，我们一堆回复，还有2个复活，很难杀得死我们。这样下来，血球会越滚越大，对面会穷得要死，我们呢会富。的牛油来跟队友一起推一下敌方高地，这个太乙很勇啊，直接朝敌人冲了过去，没大招还这么冲，活腻了是吧？没事，我完了。太乙刚复活出来，队友已经打起来了，太乙大招已经用了，我们赶紧过去帮忙，直接大招起手，缓慢的往前推进，开心到减速，打了一个二尖定住敌人。太乙和苏月相遇，回了颗血，死不掉，根本就死不掉。太乙的状态不太好，我们再给他回一口，一起合力追击对面的梦奇。对面的中伏玉环已经解决了，所以我们不用管，剩下这个小梦奇有一说一，他也挺能扛，可惜没什么输出，成不了气候，直接给他击杀了，完成团灭。打完团战4胜5负一下，我们这边是满状态，最后等兵线进塔直接一波了。对面亚瑟想冲一波，可惜我们不给他这个机会，太大的给队友回抽血点水晶一波了。那么好的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各位如果喜欢就点个赞或者3连关注支持我一下吧。那么我是宽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